爸老妈不带我走没关系，我自己离开这个鬼地方。你们的信在这边。喜哥早。有你粉丝来的信在桌上。干嘛干嘛？怎么了怎么了？拿出来啊。没有啊，我什么都没藏啊。哇，说这张夏威夷阳光海洋大学交换学生通知书怎么一回事？就跟信里写的一样啊，当交换学生增加一点国际观嘛，他们教我英文我教他们中文啊。你想教人家中文，你连中文都讲不好，你想教人家中文？夏威夷阳光海洋大学听起来很远呢，你就这么讨厌我们，要跑得离我们远远的？没有啦，其实还好啊，不是很远。怎么不远？还要坐飞机耶，而且国外租的房子都很贵，你以为我们家里很有钱啊？不会啊，我都调查好了，那间学校有提供校舍，还有啊，我连当地的打工都找好了，不会有问题的啦。除了学费之外，其他费用你们不用操心了。原来你都已经想好了啊？我只是随便想一想而已。哦，随便想一想，那就不是认真的啊。不要，我是真的很认真要去念的。可是就算只是当交换学生，那学费应该也不便宜吧？所以很可惜，陈玉一，你不能去。为什么？你们都肯花钱让桃花出国去念那个圣贞德女子学院，为什么我不可以啊？陈哥，我求求你啊！陈哥，我拜托你啊！阿哥，让我去吧。七哥，你对我最好了，这是我这辈子唯一的梦想，你让我去吧。好啊，我们可以帮你出去。真的吗？谢谢你，七哥。但是你要帮我们一个忙。帮忙？哦，你们一定是要我破坏桃花的考试，太缺德了，我不要。我们已经去查过了，今年呢，报考新城学院中文系转学考的人数呢，一共有323个，但名额却只有4个。也就是说，桃花要考上的几率只有1.23%。为保万一，我们要你参加考试。如果你考上，占了一个名额，桃花考上的几率就更小。哦，你们什么时候用这么正派的手段？反派也可以啊。我的单好，我考，我一定考上的。很好，只要你能够考上新城学院，占取一个名额，我们就让你去那个什么光夏威夷阳光海洋大学。哎，都一样啊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你放心，我们的洋芋片、卫生纸、纸巾、洗洁剂，那么多，阿星都没有我命苦了。还笑。先生先生，你给我等一下，这些东西是你弄倒的吧？我，对啊，帮谁？是我啊，一个小孩子弄的啊。你弄倒了，你要赔钱。诶，小孩呢？刚才明明还在。那你把小朋友找出来啊。哪有，根本就没有其他小朋友，你要赔钱啊。
真的不是。